这是一个上班族的日常生活，他开始感到有点不太对劲，或许偶尔低头看看你的脚底下，你能在心中找到答案。看看这个你成长工作的地方，这是一个速度越来越快的世界。你会发现身旁的人随时随处漫步在云端，追逐成千成万的热门讯息，面对复杂的人际关系，复杂的选择，若是不这么做，或许会赶不上大家的脚步，渐渐地被遗忘。生活离我们很远吗？生活正在你的脚底下，需要你来拥抱它，接触它。事实上，这才是你真实的生活。或许偶尔低头看看你的脚底下，你能在心中找到答案。